截止目前，我市已办理涉及行政案件15起，行政拘留12人，罚款4人。对拒不执行疫情防控期间发布的决定、命令的，不报、瞒报、谎报病情、与居室、接触史、行踪轨迹等涉及信息，不配合跟踪随访、简易排查、隔离观察、流行病学调查、妨害疫情防控工作的，散布谣言、扰乱社会秩序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公安机关将根据《传染病防治法》等相关规定，严肃追究其法律责任。